取消反革命罪，就是说从那个就是说整个来说的话的一件事，应该是一件好事啊哈，也是一件也是一个进步吧哈，在我国刑法上来说这么多年了，应该是一个进步。但是如果你要是从那个就是从别的方面又开始，依然是这样，还是跟这个就是判那些持不同政见的有自己发表自己个人看法和言论的人。 那个就是说，只换一个名词儿，这样子呢，我觉得不好。商业秘密违反国家安全标准，降低建筑质量，非法扣押、拘禁领事，强迫发还债，这是常规的。选举会罪行法定严格，因为这是无偿款待、无偿款待。 对国家的拘判、统一、领土安全和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特别是在疫后这个时期，我们对态度和其他企图分裂国家活动更应当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戒备。三次召开七七五晚会，不许提倡工作，实验宪法、实验。 已经规定了，党在国家和领导地位。但是，在国防法中明确规定，党的武装力量的领导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是国防法的中国特色和必须坚持的原则。根据一部统一的、完整的刑法典。